来，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4年1月30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除了讲南部甲恒春半岛有低淡薄以外，其他的所在拢差不多是西云到好天，啊，温度拢明显回升吼。旧历行到12月20日，今日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5度到20度。天气的状况，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啊，今晚嘞，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个看新闻啊！哎，来个过几天，这个国会的领头啦，领头议长就要来改选啦。按今晚看有到的，就是尤锡坤，包括国民党籍的韩国瑜就对啦。打算要来争取吼，啊，选国会议长。啊，咱嘛知影这个韩国瑜的底下是虾米款人，伫国会打人，啉烧酒，啊，啉甲拢困到中昼，较起来上班，啊，无就开嘴合嘴讲，看水查某囡仔，大叫笑卡拉 OK， 笑卡拉 OK 是正确的啦吼。啊，讲啥物吼？能捞就捞，能混就混，拖垮这个政府，这种对伊的嘴讲出来，国民党竟然杀一个人出来，互人家选选一个啥啊？国会议长、议长，啊，无你要用人，杀什么款人啊？啊，又搁去拜会国党，啊，国党也支持这个人对啊。啊，实在讲嘛正常，有活动也是什么，也是什么，也是什么，什么好面啊？讲安尼有咩啊？嗯，笑话咯，定笑话尔就对啦。参这后发中出来算啦。啊，实在讲，佮个想想个，讲国民党伊嘛毋是甚物款吼，啊，甚物物啦。古早的国民党就是拢叫路边一挂吼啊，迄、那个有诶无诶，阿里不达诶啦，迄个，当当在在去做迄个万年诶国代啦，万年诶立委，啊，即因早前就拢安尼咧创啦。咱今仔去伫自由广场有看到即个自由时报诶记者王金红写了一篇文章，咱来甲看伊安怎写。伊讲吼，酒卡拉 OK 唱歌啦，啉烧酒啦。讲笑话啦，能捞就捞，能混就混啦。看到水查某囡仔白白脚腿啦，哦，安尼春心荡漾就对啦。王燕伫众人的面头前用脚头捂伫遐咧学惊咯啦，遮个言行，互一般人民看到，大家嘛知影讲伊差不多啥物款个性的人啦。但是喝到醉茫茫，喝到睡到中昼，才爬起来上班，竟然说他心中有这个啥和言正气啊！这实在让人听到真闲，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话歌。但是这是国民党的天才，自卫上国民党杀他去选高雄市长，还选五条呢。他选后整个尾流都跟我跳起来，就随说他要选总统了，结果气候这个选民甲废相，市长后手嘛被罢免掉，国民党赶快将伊当作宝呢，安尼硬甲伊送来这个立法院要来选院长。朱立伦这个举动，就是咧侮辱立法院，就是咧侮辱立法院内底国民党团，就是咧侮辱江启臣，嘛咧侮辱因国民党的支持者。立法院是宪政体制，立法委员是公职。国民党呢，只是民间的团体尔。朱立伦依照民间的团体的领袖，依天独地来指挥着立法院，真正岂有处理？立法院就那亲像美国的国会啊，样个美国的国会议长的选举是由这个国会的党团自己开会，也是投票选候选人的，不是这个国会议员是无权过问的。就那亲像国民党甲国党的党主席同款，伫遐咧发贺喜令，独裁干涉，
空流民主的笑话啦。啊，若讲这个江启臣，你好歹无嘛捌做过吼、哦，几年啊的国民党的主席，嘛伫大学咧做教授咧教学呢，无迄、那个啊名师冤家的负面的形象，但是可能是年纪较少年吧，迄趟欠少了正气吧，只是会当听国民党的命令。陪韩国瑜选啊，这个副院长做老二的，这项当时，迄当时的马英九想尽办法呢，要将王金平创掉同款的理由。台湾的国际处境受到中国的压迫欺负，需要展开了解各国的关系，立法院啊代表的民意，这是足重要的管道之一。这方面大有可为，但是如果那是有一个开嘴合嘴讲讲一寡五四三的有诶无诶话就对啊啦。啊那安尼，这是要安怎样做咱的院长？根本就是咱台湾的隐忧啦。像迄当时啊，受着中国的教育啦，礼堂一定挂吼“仰天地正气，发古今万人”诶，这个牌匾呢？听你讲，讲是孙文手写的字就对啊，孔子、孟子讲的话啦，老师讲未清楚就对啊，天地正气是啥物碗糕啦？台湾五百万人也袂当乱学呢，但是咱至少嘛加减知影吼，迄、那个酒气就是乐气呢，毋是正气呢。啉酒啦是会损人的呢，毋是损万人呢。你发现要得心。啊，要来啊，重建着尊严，这是足重要啦。国民党找吼啊，啉酒佚佗啦，有诶无诶人要出来选立法院院长，啊不啊去互赶诶人，竟然伊原来要出来选党招就对啊，这是一种诶对立，尊心就是要侮辱立法院啊。这是王金鸿《自由时报》记者写一篇的文章啦、啊。其实国民党自古以来就是安尼创，卖讲这个啦，这个是多好。王金鸿看有几个写出来。国民党自古以来地方的议长对面不是老马兄弟啦，官分过嘛有，卖讲大家啦，讲大家就真的歹势啊，都有这作势啦。强调规章的迄个陈海杰，迄个是非绿甲边啊，伊个就是因国民党出来啊。这个国民党是韩国瑜，我无话讲啊，本来就讲你卡本的，对不对？新鲜事。对，啊，国民党新鲜事。国民党批韩国瑜甲江启臣，所以国民党的票、立委的票一定是邓韩国瑜的嘛，这无毋对嘛，吼。啊，咱即马就是话，酒精顶甲较寒冻去备食。寒冻去备食，我看你安怎斗。卖你就包较甜啊。对不对？没你个白话，你啊对民众做袂爽，系啊，你啊对民众做袂爽诶话，你就卖投民进党，你投去家己啊，哦是毋是？也是恁家己迄个做寡种，家己杀一个政府院长出来，恁家己去当啊，杀个杀国产老师而已嘛，吼，哦对，所以这是一个真心事。啊，民进党五十一席，啊，咱已经确定就是尤锡坤加迄个蔡其昌嘛，啊，伊就已经出来，啊，会调未调我唔知，因为咱查人一票，查国民党。差一票啊，实算差三票啊，实算差三票啊，讲起来是差一票啊，马进啊，啊，准做完有些困，刷机枪完刷水了，完票等就是输，完平啊，讲明无代志。对啊，完全无拢开出来。输就输啦，啊，你话伊一定要讲啊，反正啊，就韩国律师啊，做股啊，啊，伊啊闹笑话，大家看，对不对？这个笑话啊。啊，但是我就是要看寡党。我现在对瓜种较有兴趣，你敢唔知？因为这个瓜分票，伊为着要吸引一寡大牌选票，要吸引大牌选票，伊叫几个啊，甚至是大牌内底较有这种叫做啥行情的人，啊，伫伊咧做伊的部分股。是问啊，讲过去啦，我是感觉过往啊，唔是啊，未来，好，过去好。啊，遐个人，哦，我真是了，下早我已经小可甲断下，我即摆真是无想要去讲遐。遐个人真是就好爬升啊，别人安那看我唔知啦，系啦，别人安那看伊只去几个，安那看我唔知，但是伊阿先啊来讲，我非常看袂起只，非常看袂起。就卖讲了吧，安尼讲，大家就知啦。无啊，超贵啊！我做超贵啊！超贵啊！我那阵。寡党迄块个，黄国昌的其他一个，对不对？
我若看到什么人呢？看到郭文铁藏黄国昌，我就甲郭文铁讲讲，你有黄国昌，恁爸就认你啊。你卖我听，那是有骨气啊。啊，现在无迄个代志哩。你黄国昌，你太阳花，你是时代力量呢？你竟然看到郭董即卖开始慢慢咧茁壮长大。有一挂边头，有一挂肉油泡啊，人去摕啊，你拢啊面条开，拢啊面开，你时代就能跳来跳来些。黄珊珊你嘛同款，你嘛唔是咧好卡笑啊。本来就是啊。你是新民党，看到郭文铁有台北市的副市长，人互你做，你就离开。安尼一手甲你栽培起来，你啥物人送错？卡通盘盘，你看跳来歌东西啊，我讲你听啊。其他迄六个人，看到这两个人，你就爱甲郭文铁讲讲，我袂跟你离啊。啊，结果拢离啊。结果，两个人同款啊，差不多。做人排档第十六位，下甲要死讲，两单老人都有那离位呢。你起码是在讲第十六条，强制条款啊。唔是，搁正愈啊好。好重情况，我排第十六，我排第十六。啊，陈老师伊就离啊，伊就伊本来专门歌嘛。啊，两年了伊就落来，啊，我当时头前八个落来了，伊排排第十六个，对不对？拄好两年后，讲会当起来就对啦。我也是感觉悲哀啊。不是伫咧过多个场也好，还是电视上也好，还是啥物话演讲上也好啦。你骂国民党，骂遮个政治正确，啊，无啥无效。咁看啦，咁看啦，政治正确。我想，即摆甲上边对啦，我讲即有较无计气啊，真正有啥无效啦。不是，你为谁讲出来？你骂遐人，即摆你是不是做参无参遐人共款啦？啊，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对啊，这个叫巧啊嘞，嘿，这个捞啊捞啊巧啊鬼，不简单啊！啊，你们讲这上上现实啊嘛，对不对？他在那骂嘛，他在安那骂，安那讲，安那讲，大家拢听，拢知影，对不对？这两个啊，用个就对了，起码操作熟就对。大家你看一下。这个要去的人，要去的大牌车，较早咱讲叫做大牌车呀，这。有的是用阿扁啊来做这种么多消息就对了、哦、你甲看郭文铁，因恁这个寡党，我看恁会去提供阿扁就是阿袂，我看恁会提阿袂。啊，我借问咧，出提阿扁的议题来讲也好，陈总统这样虽然就是阿两年当然袂少啦，就是阿当然袂少，但是请问陈总统，那咱陈总统会行动啊？咱伊行动的人啊，你阿妈陈总统就无会用，你敢知？会行动是大堆，你敢知？好。诶，心情受到自由之心嘛，啊，大家平民我知影，对啊，陈总统唔甘啦，也是安尼，所以我拢来安清楚。但是你反头看陈总统，起码都除了差无迄两件事以外，剩下拢行动拢自由诶，连伊伫台北，啊，连伊伫高雄，啊，连伊伫台南，连伊伫倒位，啊，规四界安尼走啊，对不对？好，拢来散步啊，拢来散步啊。有，啊，而且这个做啥呢？陈总统伊本身，陈总统的身体状况如何，咱如欢喜，如何咱如欢喜。啊，咱啊有一个陈总统，今仔咧选民进党政府，讲无要甲接受。啊，这问题今仔来话说国民党政府的，后边啊讲到即卖人就对了，我讲。即卖个政治，那话说国民党，嘿，对。特别等于伊关来所在。对啊对啊，我开当时国民党就放掉啊嘛，伫咧选总统的时阵，迄当时蔡英文。对一个咧，算唔算的时阵，放掉讲我若算，就绝对在了面。有啊，有国民党有像安尼对啊，讲若算就绝对在了面就对啊，吼。啊，所以咱是咱讲真诶啦，啊，注意这个白读歌，咱讲真诶，大家破话去啊。啊，老啊就谈老啊做伙嘛，哦，老啊就谈老啊。啊，讲着高中时，我就是做唔甘，但是咱有听众朋友叫我爱国，因为迄阵我听咱说，我甲高中时感觉足好诶。是啊，无条件啊，当时可能选咧选台南市市长，伊无条件咧甲支持咧。系啊，无条件甲支持，安尼有市长无？无市长。啊，阮是伫可能选咧选台南市市长，我就甲讲，甲苦劝讲嘛。我甲讲，一定甲讲。哦。但是听袂了。你都爱留伫咧，互人的印象讲你是台联杜文区，然后带着鬼色面，你也留伫迄个时阵，你唔通。家己一直甲家己做啊，做无事，你听无？啊，真正做无事啊！啊，我讲，公司我有甲劝咧。对啊，对啊。啊，今仔姚明东来啊，咱有甲劝，咱三个拢有甲劝，讲千万你着慢慢做，安尼就。尤其第二届你去选，第二届都去选。所以柯教授做歹势啊，张大哥伊较早年前退出啊，有一摆柯教授来啊，啊，先啊看着，我咧着惊，我着拍照，我着唔拍照，我办咧着走。但是迄个时阵，咱都无基金啊，搁较受钱咧。迄、嗯、
迄个时阵，伊只是坚持讲我要选市长安尼尔，啊，但是我认为讲你叫做，嘿，吼、哦，读册人当时也较不要信金了，咱知影啦，吼、哦，啊，但是你后壁咧，你做做去广东啊去。啊！伫你迄个、迄个网络，照伊讲的，俄罗斯不是讲的，你连看不进去，这必须美些啊！对啊，嘿！啊，你搁甲你搁看不进去，搁你藏第十六位，迄个甲你噎，你甲你生疼，你甲你糟蹋，你还要看无？系啊，甲你藏无？藏十六位，一科学中指标就是十六条嘛。啊！迄阵啊，科学保障性就是又出来咧讲这嘛，对不对？迄阵讲到副教授蔡中啊，袂当升职，只教授嘛。两年尔，迄两年，甲较早待咧同款就对啦。两年了换班啊，就对啦。哎，然后我讲就对啦。伊表演选两道出来选台南市长吼，啊，含民进党认真，我就是安尼想哦。讲伊是安怎样，我平平台派的，自清啦吼，自清台派啦吼。啊，是安怎样，我会接连混民进党。啊！你若这样混民进党，恁某嘛不应该甲杀去东山会啊！恁某佫是东山会，伊家讲的嘛，你也不能甲乌乌白讲啦。系啊，你若讨厌民进党，你开甲恁某叫入去东山会，恁某要入去东山会，恁某应该是甚物背景处理的？可能是啊，可能啊，所以等下有观众话我多啦。你若讨厌民进党，你就无啦，无可能的。啊！你若讲足支持民进党，你去调羹。分台南市叫咩？民进党对面。啊，今啊，你又搁调工选一寡党，要和民进党对面。我就想拢无，啊，其实我想，我归一个答案出来尔。以前的台联就是国民党的嘛，台联安那出来，台联就是国民党初出来嘛，台联咧做国民党就是国民党的嘛。啊，所以国民党是国民党讨厌民进党正常的啊。啊，只不过这东西的可重性。化妆甲变心吼，伊是正大牌，咱哪里袂出来啊？咱就是讲，啊，这个代言人都好，迄个李定辉背书过啊，应该 OK 无问题。你可能想不到啊，你若讨厌民进党，恁某入去东山会，啊，你若介意民进党，你煞含民进党伫遐咧直接选市长。民进党的总统，我就想，要想啦，想嘛想无啦。啊，即马唔是，即马是国民党嘛。哎呀，有一天去当伊面，去替国民党讲话，就去差不多要去挖过国民党啊啦。对啊，我就想想啊，伊只代言的以前就是国民党出来嘛，啊，国民党出来讨厌民进党，就正常的啊。啊，但是国民党内底敢有代派？有嘛？那有较本土的啦。你像以前黄子文的，就较属于本土的，这国民党的嘛。我咧想。柯中心应该是属于这类的啦。对啊，伊从国民党来，伊话伊是不是国民党，咱唔知啦。但是迄个时阵是台联内底，迄个时阵迄个名声行情啊，高起调啦，正好做锁的。那你讲的东西，佮在当然咱直播中间，你上直播讲的之前，他们即马当作新闻官还是做变的？这个本来是啊，无，伊即马还袂做啥物啊？伊即马拢还袂做啥物啊？但是你加瓜分就是。我那加瓜分就是做变的啊。过去做做就是瓜，国民党也好啦，去做国民党的啊，即马唐瓜分加出来的，伊所是属于属于预备。都过去所讲的话，无影坚持台湾。这差不多念几遍啊，到这差不多是了啊啦。啊，国民党公开的胡闹啊，这上上犯的啊。啊，这上有资格受气的，就是咱信山公司民众的，加咱中华区啊，对不对？你上资格，每个大龙庄提供两点钟的时间，和保障性来遮发挥啊。哦，啊，伊讲啥物主题，用伊家己说啦。啊，就去讲啊，啊，就反正啊，啊，先，结果伊那柯中信啊，含我啊，社会的话就对啦，两个人啊，讲到信山公司，讲到台湾人俱乐部，一定是要小讲，一三个讲啊，互咱两个听噶，互咱两个听噶，增加那就是啊，对不对？所以也卖个做这个红台戏啊啦，啊，来啦。这小歌咧，看袂认一个啦吼，无有个人唔知啊，佮当作讲台湾人俱乐部甲柯中信同款，我那支持国党诶。我唔免讲互清楚，咁样衰潲，我看袂起支持郭文韬。郭文韬是今日打上正大尔呢，迄若较早以前做以前的郭文韬，讲叫骗我，佮袂讲。到阵时你啊，佮咧看郭文韬徛做位，什么东西嘛，你唔知。骗你钱，骗你钱，骗你都不会讲，骗你他妈在那骗你。
占桥好壮大个啦，我讲有一条桥对面拢咸，迄足受伤个啦，唔通啊，实在是啊，我爱讲啦，唔通讲讲别人，哎，谈一件好的代志。来，咱公司是讲咱吃偌久去啊？我已经吃咧差不多三年多啊，因我开刀了吼，啊无幸终于听到恁的电台。哦，是是。啊，今年我开刀了，才发现讲我有迄个种不怕。不怕。有会不怕起来，迄脚会不怕。是脚的问题。好吼，啊好就是了哦，安尼。哦安尼哦。啊，我是讲可能这是毒素，我开刀了。迄个较发生个嘛，我就去甲恁买啊，买了吼，我就用我迄阵啊买六罐尔，我食了，我感觉讲啊，可能啊无发生，啊，佮我因为我少年个时阵哦，啊十几岁迄阵吼，不是脚拢黏滴滴，拢安怎迄个夹被来夹甲足久个阵，小孩困个去，啊我拢固定产嘛，啊即摆拢唔免，啊是三十几岁阵就安尼哦，嘿，啊拢唔免，即摆好脚吼。你若病到会就病少，哦，我就是感觉讲戒得就是食起来，我就是戒得。哦，安尼哦，解中医先。我怕，我怕咧。是是是。啊，佮体力吼，会感觉讲后体力，会感觉讲吼，互你个有迄个体力啦，因为咱年岁有啊吼，你少年嘛。哦哦。咱勇敢。你有几岁嘛？我是五十几啊。安尼哦，五十几岁啦。体力就有较顺啦。是是是。啊，较顺我就食恁迄款药啦吼。嘿嘿。对，咱新人体力也有，啊，佮脚佮会。袂冷，迄种印象会较好啦。嘿，真好用，啊我拢无断，无断。我到时阵药啊，感谢你。我做你卖，我已经足着好三单啊。哎呀，三单啊，哦，啊，真感谢。到时阵啊个，我无人啊，因为我若药啊了，我就随时卖，我无人。好安尼吼。我拢啊，我搁食无动，我轻轻啊点。对啊，咱就啊做保养啊。我自头到尾吼，我就拢一定，你莫咧讲上爱三两，我头我是。有安尼做，啊，毋过尾我讲哦，安尼上上，啊，甲全拢死了，啊，保持吼，我身体拢足好个啦。是，是，即嘛真正真好势。真正有够好用。啊，对于这个皮，好用，嘿，是毋是啊？对于这个皮肤外表有感觉无？外点？有皮肤啦，你个皮肤甲外表吼，感觉足安尼足安尼清爽啊，感觉看你个底下皮肤真水安尼。啊，足多人甲我讲，哦，你毋过你先来练吼，足筋骨啦，对，就是安尼。你已经食三餐，我就说爱甲你问下咧。嘿，伊就拢在讲，我讲我先较老，伊讲袂哦，我感觉你先来练哦，比以前佫较水。好，感谢啊，你来看。我就拢甲伊讲，我就食这款药啦。啊，我有报足侪人去睇。好咧吼，感谢你啊，所以你甲阮斗小报吼。啊，讲实在，恁啊，农民家有影好啊，你若讲无影好，要叫我讲我来养。有影，啊，就是讲哦，你安尼敢爱好啊，敢食三餐，我不简单啦。嘿，是，我无让食，因我就是我有效果。是是是，因为你身躯会生趴起来吼，迄胸部嘛吼，像泰哥一样，哦，啊，佮这个重要的，佮这个我的身体哦，佮三十几岁中间，你脚不停拧滴滴，你可能是拢拧滴滴，到时阵完全哦，有够爽快，困哦，啊，就少困，就少困哦，就捂足腹，捂足腹，开来，慢慢消安尼袂。感谢，谢谢。真好用啊！啊，你中意啦哈？蛮中意哦，啊那都啊，你敢不做些，啊都继续去跟阮斗陪，好不好？我那近我老近，因为我即个那个节目成就干嘛？没有，没啊。嘿啊，拢爱咁讲啊，我就讲我唔敢食乌鸡啊，我所以医生我也喊这个何先生看。好嘞，好。嘿啊，我拢咁讲，啊伊拢讲，哦，啊只肥拢卖啦，啊你都。伊个三罐，伊个十罐送三罐，啊，伊个五罐送一罐，啊，再登记看尔，证明听，哦，啊，到时你个，伊个登记下吼，伊个一个月，伊个一罐啊，千外块尔，啊，你个食一月外，你，安尼有价值啊，啊，你身体，互你袂讲，你纯粹讲，无什么货啦吼，你会感觉讲你身体有亏咧，也个。佮，互你感觉出来就，互你感觉身体安尼，安尼保持健康上好啦吼。系啊系啊。就是讲咱食这个，好啦。真感谢吼，啊，即嘛是广告时间啦，啊，要介绍咱这个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身价产品了对吼。即个人即身体上吼啊有状态吼啊不一定啊，首先其实人啊是辛苦一些怕，一种怕消费者了对，迄就是皮肤是变质了对，啊，啥皮肤也变质，就是有毒素。有垃圾，有杂质，皮肤一概变质了对。
这上脑筋哦，这个物件是上脑筋，因为咱台湾这卖是这卖在食的物件，你看嘛，大行都袂食的，伊那个婆婆讲苦体，哼，话温麻对，所以用起落竟然是什么什么物件，包括咱食食那菜饭的物件对啦，吼、哦，鸡啊什么种种哦，这卖牛啦、鸡啦什么，全部拢混含就对啦，肉球哦，真正哦，拢唔知讲要食多一项，啊开安心就对。但是总是袂当无食，小海差袂食，我嘛是够有虾肉，对不对？嘛够有鸡鸡肉，啊，无伊个普通咱咧讲个猪肉安尼，拢有滴。啊，所以要炒菜物件嘛是有人食爱人牛肉，哦，所以你袂当无法度人撇面对啦，就是无法度人去撇面。啊，总是你家己对食落个物件，若是到这时还佫会烦恼无信心的时阵，你不妨坐来食，你先来公司食，我先看你食看卖咧嘛，尽量甲帮忙嘛，会当时安尼甲你讲。所以从事哦，这是一个互你一旦理解、了解的物件。从事是话，进来就这么对。小姐人啊，食啊食，三当然买药困就落去。身体得得健康，关无病，规个拢做好起来。这个自己差不多，好感谢哈。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来，听众朋友。咱新闻公司啊，即马正在做周年庆的活动哦。周年庆的活动，咱伫过程当中，咱就刷出大礼啊，要来回馈赠送给咱的听众朋友。咱周年庆过程当中，每十款的朋友都加上三款以外吼，咱会当挑选状元十来份电子歌一台。你要甲选这个郭慕龙写下起一台，这拢会用起。用这个六七七七吼，正人工制作的啊，台湾棉花钱啊，这拢会使。我拢会使吼，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贵安锁、金立联、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两个数六十粒哦。咱就会当金六十粒可以做成片哦。周年庆的时阵只有我看咱过期了后，咱就都恢复原本的正常的方式啦啦吼，安尼当好好把握。啊，咱拄只所念到成片就是金一行微观式啦吼。啊，另外是从各位信山公司产品的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刚好我老提供一款产品，要来赠送给咱买五款的朋友哦。周年庆有特别的产品，咱买五款的朋友，你会当个金皇冠盾藏伫这个十款做产品的信山公司三十粒装的惠安锁、金立联、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锁，咱是倒换来当金三十粒，给你做产品啦吼。当然，咱要甲金白叶的新鲜单手把汤锅一支，你要甲金保温杯一支，要甲金啊，这个白保安器就是这样，所以拢会用起。啊，是你要甲金冰糖燕窝一打，要甲金花香的汤匙一打，要甲金无凡器的洗泡沫清洗罐，无凡器的洗发清洗包，拢会到。咱就到金一行微观室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很多朋友呢，社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一个积极上所演唱最佳。
船風によ乗れまく風によ遠い国のよ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活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另外在下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上山公司呢，啊，咱周年庆的活动吼，依然持续进行当中，台中表咱就把握机会哦，哈。来继续再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哈。那恁最近伫这个网络顶面看到真侪新闻啊？你曝光中国这个强匪头啊，习近平去吼啊，带着这个官，不是啊，带着迄个暗红邀笑啊。啊，这到底是真啊？这个咱嘛唔知，因为顶一阵嘛嘛讲吼。迄、那个金小胖要安怎样的是啊？啊，包括普腾嘛是啊，讲我伫个办公室去昏倒，安怎样啊？拄安怎样啊？破天啊！嗯，结果吼、哦，嘛是拢活较好好。啊，所以咱听即件新闻消息，都甲当作吼，五六小天神啊，当作咱的五郎安尼啦吼，啊，都五六小天神，咱甲听讲卖吼。你讲海外华人之间呐、啊，即马当咧传出讲中国的长尾头啊，习近平啊，敢若亲像吼。去啊，带着这个啥癌王，人俗称讲胰脏癌啦、啊，就是咱咧讲腰鞘癌啊，剩差不多五档通好活命命啦。
啊，除了吼有这个医护人员吼，安尼搬箱啊来偷工出这件消息，去进行的健康检查啊，被确定讲已经患着癌症啊。啊，搁再加上提出习近平顶礼拜公开露面的相片来甲看咧，对比着伊出席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个别式的时阵啊，迄、那个规个形吼消散了吼，真严重，而且真憔悴，被指讲可能破病，被病所折磨啊，所来致死的。三立新闻网就安尼去甲追查源头，这件新闻的源头呢？在海外搬迁啊！这个华人论坛讲何做食汤啊？一名自称讲护理师的丈夫，北京护士表示啊，讲有一位同学私底下咧甲讲啊，讲习近平因为吼体型突然间弹一直散落啊，啊散落了后弹走来到吼啊，这个中国吼啊，共匪解放军一种病院，俗称301病院啊。来做这个短暂的造影检查啦，啊，结果发现煞去吼得着腰椎癌呢，吼、哦、怀疑啦，怀疑一定是腰椎癌啦。啊，中国北京的护士指出咧，讲讲伊拄当开始的时阵嘛，就是讲咳啊，这白沙的啦，这谣言啦，但是提出习近平最近17日去参加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圭的个别式的相片，加比对。啊！伊三个外月前参加李克强个别式的时阵呢，迄、那个背书西装吼穿起来变甲拢无下输啦。啊，搁再看伊吼23号，甲迄个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会面的时阵呢，迄、那个下怀啊，包括颔棍拢都明显拢散落去。啊，消息一个传出来了后啦，可信度遭受着质疑啦，各种的谣言啦、阴谋论嘛满天飞啦。也是讲怀疑中国共匪为着要来提振着股市来造谣啦，也是猜测讲吼有政敌想要将习近平甲扭落来啦。但是毛专家咧讲啊，讲这个药效出现了阴影，这款的说法吼真阿妈糊啦。啊，搁再讲吼，习近平最近也70多岁啊，身体出状况嘛都正常的啊。搁再来，伊嘛有在叫人去换器官啦、啊。认为讲吼啊，恁吼欢喜了，想过头早去啊啦。啊，目前中国共匪也未证实，嘛无澄清呢。而且就算讲吼传言是真的啦，这个消息恐惊啊，嘛会去予中国共匪安尼吼大洗白，无摆渡中国共匪会相信一切办法来隐瞒消息的真实，假是毋是真的假，无人知啦。啊，最近都拢有这个，啊，这独裁者伊的迄个身体状况，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吼，大家拢听听着啦。嗯因为迄到尾来讲啊，歹听，这国际拢是基本都拢假消息嘛吼，啊，这大家拢讲用点要带起来的人，啊，到尾拢也无输啦。就就着这种人诶，这条小人嘛吼，这方面人吼，讲上低活三年啦。嗯。哦，头了3年左右安尼啦，那较紧诶吼，突然间风头都跌一年。嗯，形势怎样？你那个等，等时间啊。对啊。哦，看经过3年以后，是不是那个还大哭？靠腰，这就不一样。哈哈哈！哈。来，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姜辉啊，吼，最近那个船啊，安尼伫钓鱼台，包括咱台湾四周围吼，哦，放一大堆船就对啦。啊，钓鱼台迄个所在有吼。讲原来用迄个军舰在包围安尼啦，较早是用海巡舰嘛，海巡就是算政府，唔是军方就对啦吼。但是即摆蒋委啊吼，来伫咧创啥货吼？伊伫咧制造着咱台湾海峡啊，加着即个做日本钓鱼台之间的迄种的啊，结果蒋委啊咧包围钓鱼台吼，咱的外交部外好笑的，啊开一个记者会啊，啊迄个记者会是例行性的啦，例行性的记者会就对，外交部官安尼。叫姜伟啊，吼，卖变皮车有诶无诶安尼啊，哦，即个来破坏感情尔，啊，搁再来后壁搁强调一句啊，好笑诶，你敢知？钓鱼台是阮永远无法度分割诶固有领土。是，拜托你讲一句话，你家己做发言人袂当讲这，啊，中方副发，迄个外交部诶，迄个副发言人，即个叫萧公文。今仔日例行的记者会咧呼吁，就是叫着姜伟啊，吼，卖他妈制造紧张就对啦吼。
消防委来讲，咱政府拢一直秉持着和平理性的方法来处理钓鱼台相关的议题啊。但是中国的军舰最近拢开始伫钓鱼台遐咧出，我这样讲的嘛。事实上，海巡署伫迄个所在咧走，迄是民间，海巡署是军呐。但是即马上尾啊已经超啊过啊，已经开始用军舰啊，就对吼。啊，这个消防委就是咱的外交部副外人讲啊，讲钓鱼台是咱国国有之领土，不容质疑啊。恁别来甲你质疑，袂当质疑，我甲你质疑，钓鱼台做啥咧搞呀？咱个月恁当恁咱是开钱请日本人来搞的呢，哦，那这国外讲他家己面拢袂红诶，咩啊？这种人搁在搞文章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是啊，啊，你都话嘛，以外交部副发言人，我看过啥物重要啊？吼，对不对？吼，钓鱼台是咱固有的领土，这是。你个一定爱讲啊，啊咧啊咧，甲政府啊咧讲台湾是国有的领土，有啥无同啊？啊，你有得为国民党我接是啊你？我知啊，啊民进党我未当解释嘞，讲咱面对现实，钓鱼台真正都唔是咱嘞。啊，怎么都咱？哦，还是讲咱即摆做政府人咧，无你就来控告你政府渎职。咱的领土是咱日本人伫遐咧搞，咧搞，就唔要告你渎职，你可可以讲讲讲迄落话？啊，你讲就解了解。咱台湾人可能会接嘛吼，广告时间当然要介绍咱产品，咱产品无咱公司做咱倒下手吼，我接无免做着，所以无论啊咱产品最爱人介绍，咱听就比如听来乐去，就咱的产品来咱个别，等于讲你的身体上的平安，会顺舒，出毛病来处理会好，安尼你也好，阿咱也好安尼着。啊，这产品若是给咱买长期食无效对啦吼，我讲事实就对啦吼，连袂着动，连袂做啊照死啊。所以信任公司产品，你这里放心来吃。第一点，保证无杂质，内底物件都伫 OK。第二点，保证你的身体上就对啦吼，无副作用，安尼对。接落来，互你身体上会保持着伊健康，甚至呢，咱发生的毛病，伊时常伊啊处理袂完全的时阵呢。也帮忙你做身体上的去处理了，所以这段时间过，咱慢慢身体上感觉哟是轻松起来。你不会用种你感觉，你未去想着你听，你这中间就知道，哎，这段时间过了，你感觉哎呦，人家讲我你最近面色较好啊，我最近咧安怎安怎啦，拢较顺舒服，啊，无听你咧哎呀，无听你咧，我出来运动啊，哟，对，哎，我食石头山。做这拢安尼，咱做这过期间，甲咱建设建成诶，拢是话，拢是讲伊家己嘛袂记钱诶。伊在咱戆戆吃了啥？三顿安尼一只，啊，食到有一工到诶时阵咧，讲出去，我朋友讲，嘿，我咪人啊，你做变钱啊？嘿，食着啥物碗粿诶物件，身体好个呢？伊家己话唔知，所以公司话，许多阵是安即个物件，老需要，你做去拍电话过来。咱信任公司，以许多阵为主哦，咱当然配合诶物件哦。啊，像软骨素啦，吼、哦，软骨素即骨头吼、哦，啊，今日同你第二家，即里边扩充白酒，叶黄素特别一个加天了，我加天叶黄素个白酒直接退黄，因为即手机啊，你看足严重个着，嘿，免去讲啊，报纸报到胃病去啊啦，吼、哦，哎，啊，所以咱个迄落是啥？肌肉泵吼，即就是白血病损伤个，即大量个保养啦，吼、哦，哎对吼，包括我做肌肉泵，啊，即抽血血液吼，啊，包括咱补肾个。男士朋友需要吃的东西，十个人自己听我买哈，来出问题你自己知道，你怎么吃哈？血氧素保住咱这个病情不足的所在就是血氧素，所以这个血氧素哦，从心脏病来说没有，你那是有头晕嘛？有感觉讲心肝亏啊，这个所在心肝这，不一定是心脏病哦，不一定是心脏病，有可能欠血有那样的哦，啊，咖啡啉就是。真是欠血症状就对啦，只要你有听到，吃咱的血氧素吼，有够好用。咱讲熟悉了就够好用就吼。所以这个血氧素个原料你吃滴，早暗甚至下昼，搁来吃两粒，一日吃有两粒，还是可以啊。唔免搁吃到足多啦，啊免吃迄食物啦，是吃迄个讲什么咧补血啦，迄个好事啊。你想简单，想单纯些吼，胃寒素这边，我哩做参考了些吼。啊，咱现在估计脑需要，伊这里拍电话过来，咱做上些询问哦。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下半点到下午的七点，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回来吼，同时用个线困啊来甲咱做回答。今日今日活动，啊咱原持续进行当中，啊同时甲咱准备真济正实用的小产品吼。啊，咱就做咱叫回先，拢会当专门做挑选吼，选一项未完结，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啊。来，佮过是两间啊，即、這个所谓的国会的议长，特别来定改选啊。啊，咱有看到最近即近两间吼，民进党也好啦，啊，国民党也好啦，三者去拜会寡党啊吼。啊，当然就是寻求支持啦。啊，寡党今仔日上新的消息吼，因有讲出了对啦，本来讲啥物要团进团输啦。啊，所谓的团进团出，因即马搁在顶解说，唔嘛有可能开放吼，互因国人去当伊家己的人啊。我就甲你讲，因那个讲讲的都无常顺话，今仔讲今仔在个解啊。本身的因的发言人讲的啊，嘛无一定爱团进团出啦，嘛有可能会当吼，当恁家己家己的。啊，但是安怎样我就对啊啦，问阿仔吼，才会做一个结论。但是问阿仔迄个结论。嘛，无公开啦。是啊，是到什么时阵，什么人做做提几回，做几回。上楼梯啊，来来来来，哎，哎，别在面上，我不喜欢穿的，恁敢穿穿就敢穿穿。这You
想想永远困做我。虽然有当时心的酸，有当时的痛，只要身边有你做伴，有你牵手行，不惊世界为何改变运命。我愿真心予你看，只要你眼中有我。我愿一生惦你后壁，无论富贵也单车。我总爱吃你的名，阮将情做肉饭。咱的幸福才在吃我口，予时间吹无你影。咱将酸涩变温暖，不惊天暗冷酷寒。我咱走人永远拢在带你吃。听众朋友，大家好！有健康的喙齿花，喙齿才顾会着。常常呢，十几年前，迄阵四十几岁，伊个周边严重，即医生讲吼，十几年后，咱因为有这条食道炎齿膏持续个使用，咱即马变健康个喙齿花。你有想要试看卖无？真正有法度顾你喙齿花一条齿膏，白沙尔膏。台南康乐7945079。在南康庙7945079，感谢。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而且为咱大家推荐介绍。奇幻新台湾台语文囡仔歌 CD 绘本的第二集，这个其实伫去年咱有介绍奇幻新台湾的第一集，有真侪咱的听众朋友要等于给伊的囡仔孙仔听。今年发行的第二集，同款是用台语来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第二集呢，咱有邀请咱时代的立法委员王定武、作家渔夫。也有咱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的曾嘉印副教授来共同献声，来讲囡仔歌，予咱的囡仔听。咱卖搁再听中国思想的故事，咱台湾人听台湾的故事。这次由嘉南新港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绘本，有三个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空袭台湾的时阵的一个传说。马祖新炸弹，一个台南喜秋啊流传200冬的古迹故事，包括顶一本魔神啊传奇故事的续集，规本呢有96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一个副 CD， 一个当用网络来收听。一本的册内底呢，一个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册，会当予咱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学习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目前已经卖出将近1000本，价钱呢1150块。目前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你只要卡一通嘉南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0800-558-169，0800-558-169。一本只要899元邮费的介绍，册送到厝接纳钱，运费呢由电台来接收，提供予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上介大的优待。如果若第一集无买呢，想要两集做伙来助文呢，两本只要1600块。想要予咱的囡仔了解着咱的台湾本土的民俗，咱推荐这本《奇幻新台湾》第二集。请卡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您来服务，感谢。0800-558-668。
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内面信山公司将疫情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一处呢，各位十关的朋友呢，咱独家送三关以外，咱有提供啊，正些正大类的奖品，要来欣赏哦。咱每十关的朋友呢，你会当个京东元十人份吼。电子歌一台，你要个金啊，这个欧姆龙血压机一台，马龙也用起。你个金个小汽车，人工米台湾制造 ，M 配什么啊？这拢也用起。经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针，一血氧素、金立林、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三十粒，这道咱会当金六十粒无？买十款的朋友，你会当金六十粒，何里做奖品？这等于又搁要加中出一款出来啊吼，这机会难得，咱当来个好好把握啦吼。咱拄只所念着奖品就是经一行为原则吼。啊，另外一处呢，搁要新生公司啊，产品无关的朋友呢，咱拄加上一款以外，同款我能提供一款奖品，要来欣赏，互咱买无关的朋友哦。买无关的朋友，你这回买当来个金条，原本讲二十款做奖品的新生公司啊，这个三十粒钻。诶，血红素、金立林、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三十粒。咱会当整三十粒，互你做奖品。周年庆诶过程当中才有哦。咱如果周年庆来结束诶话，就对啦。咱吼啊，即、這个正常诶方式就搁恢复原本啦吼。啊，所以咱当好好把握。当然，咱买无关诶朋友咧，你嘛当个金白铁也未新鲜，咱左把汤锅一支，你要甲金白铁也未新鲜，保温杯一支。金白素丸四个一条，金冰糖燕窝一打，你要金单种的汤做一打，金无凡气的洗头毛巾一款，无凡气的洗纱巾一包，拢总可以。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这边咱们邀请听众朋友来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中和黄太太来点播中天君演唱的歌曲《怀念的星星》啊。
风上明水。好嘞，感谢啊！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88-668，电话会在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未清楚、未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这个美国最近吼，真济州咧开这个做菜馆吼，啊，菜馆咱讲，咱就是讲人民甲政府博缴安尼啦吼。咱只有啊，对啊对。但是美国咪是安尼，最近咱顶日了打报，迄个就做啥呢？咪做有无连续开几年五，连续开几年五有无？啊，你讲个骗人讲几啊百人对啊？都是中共咧，迄是中共嘛吼。啊，即嘛美国啊。美国的南卡罗来那做呢，才有一个叫做教育的差馆呐。啊，这差馆的钱，嘿，啊，这差馆差馆的钱就是会摕去帮助政府办教育啦，什么种种安尼就对啦。哦，所以政府都。啊，这上面人要去买啊？冇人啦。啊，你有调整你交通体啊？啊，剩来盈余的部分，哦，你还在那唱话题哦？无啦，我拄啊听先咧讲广东说讲这条，我那讲我那迄个种种的话咧，就是要调整。不是，啊，我咪要动啊！伊做内调嘛，啊，伊做内调嘛，但是交通体就内调嘛。你做唱话题，就政府收起啊！对，啊，要用的啦，陪办教育安尼就对啦，吼。啊，基本的生活呢，甲台湾的菜馆吼，迄、个四星菜馆同款安尼啊。啊，结果伫顶日啊暗时啊，竟然开出连续四个市啊，数啊。啊，美国人对这无禁忌啊，美国人对是咱台湾人对这较禁忌。啊，美国人伊开数，结果竟然讲这种白喉人签啊，啊，而且佫几个呢，3351个人对啦。美国的那奇怪，会开出这种合约出来安尼啦，吼、啊！啊，这个菜馆公司咧表示啦，吼，这是因头一次开出着同一个合约连续四个就对啦，吼！啊，按照你跌落去的金额无同，有诶跌100就赔偌济嘛，啊跌500就无赔，这是安尼，用安尼就对啦，吼！啊，这个做平均测起来咧，吼，讲因为钓诶人上济吼，大概啦一个人会当分对7.8万。到150,000的台币的钱啊，嘿，对啦，大概78,000-75,000。啊，无存？啊，无够。啊，有啦，啊，就这钓钓的人就是摕因地主的遐钱。哦，摕遐钱。啊，种个抽抽成。够啊，抽成变基金来做教育安尼就对啦，吼。啊，根据了解吼，这个就做啥呢？这间菜馆公司真正讲从来唔捌开过这种叫做联合的合约啊，你知啦？是啦，吼，啊，这边是第一遍开啊呢，啊，上人上不可思议的讲。数，准做美国人无禁忌，但是会签这种牌，竟然够3351个人签这个牌啊！你个叫，上台俾你签啊！你我未签咩？你都忙在边啦？有啦，那人家可以做住啦，啊！但是无啦，即咱啊三五个人签幺二三四啊，幺二三四五个人签嘛。嗯，啊，其实你讲数数。
嘛是十几摆，诶，其中一个是当然啦、啊啊，啊，但是连续我咧开四支是吧？诶，真啊，啊，上重要，从一般来讲就是咧摆，上侪一个两个三个，下摆个拢算嘛。竟然讲三千三百五十一个人死啊，你啊，啊，但是美国民众够敌，诶，心里想，无啦，咩咩。足侪病，含死头都无诶。嗯，哦。诶，足侪病就幺二三五，哦，就跳起啊，就跳起啊吼。啊，所以咱人对这个事吼，有看明啊，咱的车牌买啊二无事诶。买啊二无事。诶，咱的今日买啊二是提掉诶，一时无诶。啊，咱个家属有影有去讲咧话安尼啊吼。好啦，啊，这是咱讲真诶吼，这。在开这个牌，我实在是对我来讲，我感觉讲真正无。啊，现在都未去签的数数数。我老可怜，可怜，一定是签大拉卡来对忙的嘛，一定是安尼啦。哎，唔得啦，好啦，哦，这是一个汉歌的消息啦，好嘛，嘛是咱讲汉歌的事实比较出来啊，伊个非常的出来，有啊，嘛无人出来讲因的菜馆公司有迄个做啥做弊啊，很少人有这个气啦，禁气啦。嗯。其他的树拢较无来，对啦，吼、嗯，来进去啊。啊，从中国，诶，啊，中国连续开出几年无，中国人就拢讲啊，讲啊，这政府咧签字，家己咧来啦，政府家己签字诶，对不对？啊，但是美国人开安尼，会无人讲啊咧，啊，信任嘛，啊，习近平坐喺市中国，迄个无值得人信任安尼啦，吼。好来，0800-0500-6688，吼。消防公司呢，啊，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吼。那报一个韩国的消息吼，韩国有一个少年警察，这种菜鸟啊，五年年底早起上林尔，安尼就对。啊，今日啊呢，伊伫一个火烧场内底，无意中看到一个 sponge 啊 ，sponge， 嘿，我叫 sponge 哦，啊，虽然有小可破去吼，但是这个 sponge 应该还佫免吵架个啊，还佫做好困个啊。哦，虽然小花入乡三种咯，啊，本身是警察嘛，讲到佫出于警察的职责的本领啊，伊就认定讲这个蹦极有问题，哎，伊认定这个问题啊，对，怎啊呢？将着这个蹦极吼，甲挂开啊，一个挂开了后，内底竟然有1800万的韩国钱啊，下咱代表多42万一安尼就对了。我咧公司内底，诶，藏起上，诶，是边啊？是边啊？藏起，一般咧用怪啊，一般咧是用白啦，白当门灯差啦，啊，就是藏起去放起来，对安尼啊吼。啊，根据着这个，就说韩国这边这媒体咧报告，讲这个王景生哥安尼啊，爱之前甲因老爸呢，当时咧搬一寡厝内啊，无爱的这种叫做啥，下物件去回收场啊。啊，结果呢，甲因老爸去到回收场的时候，因为本身生哥伊是做警员嘛，嗯。啊，看到一种讲是都唔是足古灵新鲜，啊，听这个物件要提来回收啊，伊就感觉讲，这个是不是内底有啥物问题就对啦吼。有啥物问题？应该伊头壳内想的都是唔是钱。当然唔是钱嘿。内底有藏啥物不可告人？是不是有充气娃娃啦？哦，啊是迄个啥物？有人想要偷家充气娃娃是被偷家了。对对。我充气娃娃有人被偷家又惊死，你说出来是话假？诶，我讲，啊，内底是。趁什么物件咧？有啊，反正伊啊，哎，伊拄啊行过来到这个石缝池的边啊吼，啊，专注去甲看，讲，看那看到无像会当偷角的代志伊咧吼，啊，所以呢，拄啊安尼凊彩啊，甲挂一空，啊，用手甲咪甲挖挖，是凊彩就叫挖着10万块的闲钱啊，闲国钱就对啦吼，啊，这个细个环境讲。啊！内面我既然有钱，当然规个挂开啊。嗯。结果伊讲啊，这个门窗点全部拢啊挂开吼，发现讲内面的金啊，好拢足侪捆的现金就对啦。嗯。诶，咱咧是梦是内面金啊，诶，独立桶诶有。啊，我内面拢足侪捆的现金啦。啊，一个啊看起来哦，数目够少呢。这个环境赶紧随报当地警察做处理安尼就对啦吼。啊，当地警察叫甲问讲，啊，你啥物人？爱闹事，我警察。哎，对，啊，警察叫我，恁地较警察啦，你警察，你唔过上舒服，你应该是上舒服，应该把它整理出来，哦，所以系上舒服啦，吼，啊，所以呢，赶紧就通知当地警方来处理啦，啊，这个韩国警察到了后呢，将这公事全部拢挖开，结果啊，提钱出来甲算吼，拢总多下新台币42万啦，啊，那韩国钱是1797万安尼就对啦，吼。啊，真奇怪，就讲经过三点钟了后啊，讲一个80多岁的阿嬷甲因后生讲，我那来到这间派出所啦，
原来伊咧讲，讲因翁婿两年前过身了后吼，爱后生有寡所费付伊就对啦，爱我老人就无咧开钱。啊，是变谈。哎呀，这个问题就是安尼，伊怎啊把这个钱吼，拢总甲等入去这个做出蹦极的内底啊？是变谈。啊，是迄个蹦极有一句话是安那唔敢啊？哎，蹦极啊！哎呀，是啊。是变谈。有、啊，所以呢，这个就做翻两年外来吼，啊，伊拢从着伊后生付伊的钱啊，拢藏入去咧，哎，拢藏入红尘点内底就对啦吼。啊，是安那，假如安尼，既然那安尼，是安那，这蹦极会提起到回收场里去做场啊？哎，来找伊遐来讲哦。因兜拄啊，今日啊咧做装潢啊，咧做装潢啊，啊结果呢，这个工资吼，所以学工人甲工出去靠家己安尼就对啦。啊，这个警察。工资啊，啊面层咧，啊面层全都是啊。无啦，做工资你面两点啊，第一套价啊。两点啊。系啊，啊了，快快再换换新两点啊，啊，至于讲这个要做啥呢？这个伊讲要出来装潢吼，啊门层点是去学这个工人甲弹出去，我想应该是工人弹的啦，可能因后生用这句啊。那个条件啊，是咩啊？系啦，当然个，咱到中红道去去搭物件，哦，对唔对？好，啊，这个做啥呢？这个做这个八十外岁阿妈介后生，真欢喜，讲哈，钱揣转来哦，吼，原来迄个官，阿妈因老官留起来，吼，因老官，因老员工吗？员工是啊，是啊，你较早留起来。无，因翁死了，因后生开始给伊妈妈一寡所谓啊。我妈妈去开。妈妈把这个所谓欠欠伫咧公司内底。我伊都是因老官坑的。有，啊，这个就说阿妈吼，将成功将这条钱揣回来以后吼，哦，安尼把这个警察感谢甲对起平时安尼就对了吼。啊，这咱台湾不时在咧出这。啊，因阿妈就住咧，对不对？啊，是坑伫咧公司内底。啊，要叫伊偷交因阿妈所不知。啊，就讲伊，这都拢无交代啊，无交代啊，啊后生可能就唔知啊。因为讲因老爸，因老爸，第一种是因老爸和老和因囝后生和老爸，啊伊甲藏了，无人知。啊，即马较找着，唔啊，就是我较早和老爸啊，伊拢欠个。对啊，啊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这足济吼，有诶老有头大人往生死了，无讲，遐乌白藏，你是遐乌白藏，安尼就对啦，吼。好啦，找回来就好吼。这钱吼，那唔能差啊！这是要啊，藏伫放起来。我拄在了看这篇新闻，一直咧笑。现在用怪啦，伊是要啊藏。系啊，是要啊藏伊内底安尼啦。你从平安到华新的出放起啊，结果来迄个做啥公司啊？从我咧旧的出放起一个掀开尔，讲迄个地太太，啊恁出放起下卡卡底一包钱伫遐。我无，我听着，迄我无，我哪会使食？小天下，你够正经。真诶，阿东，迄个工人足高明，还差钱几差诶，啊，大皮啊，大块木。咁我早就知，我钱拢省倒拖啦、仓储啦，倒我拢趁钱啊，爱理体啦。啊，十个人囥我钱，是啊，后边食食嘛。嗯。对唔对？可能都是囥住得嘅。无，我系囥我钱，囥我钱啊，系啦。好啦，你有孙哦？哈？你有孙哦？哇！无啦，过台龄，个台就输大年啦，我有咧病啦，嘿啦，嗯。你春节咧，我。太遥远啦，因到太鲁交起来嘛，是拢金价啊，你又无咧讲嘢啊，我知尔。你拢趁钱嘛？我趁现金，你拢趁金价咧。好，好，你简单过，咱咧老大人吼，咧钱吼，咧收吼，实在是来，伊即马。讲着这个钱嘛。嗯。阿先。较早，阮是阮妈的那辈哦，甚至阮老母的那辈哦，一个那金嘛吼，拢唔敢批下，拢收下。对啊，差价拢安尼对啊。差价真正等于了对啊。出来无人知啊。老爸老母差钱嘛差，对啊对啊，真正有影对。哎，啊，较早人安尼，啊，即马无啊嘛。顶阵啊，美国无发生一件，迄个就做啥？恁美国人较增加所在有迄个厝以外边啊，拢会起一个谷仓啊，仓库啦、谷仓哦，种啊，正大间，安尼算起来可能啊，做个成果，所以话算生活袂歹过啊。啊，伊伫迄个就做老农夫过翁了后呢，就换因爸爸去做嘛，就连爸爸接手继续做起就对。啊，这个孙哦，啊慢慢大汉啊。啊！但这个孙哦，真厉害，就讲这无人发现的奇怪的物件呢。这个孙啊，才第一日看这个谷仓啊，看这仓库。那仓库外表看到有几公尺长，啊，但是我米内底了后，无遐长啊，迄个对啦。刚
叫我上街都未做 AA 啊？系啊系啊，阿边面外表好似挂签咧，诶，我是面卡 BA。又阿嚟即系卡啦，咩？面面我都感觉我真是神啊！呢度即系啦，阿呢个笋啊，我听我称赞啊，我叫人提呢个衫 NB 啊，恶啊呢度啲啊，阿佢而家开嚟帮我接班啊，系啦，阿接班啊，恶贵啲后面嚟即系讲抢人仔流牙车啦。系啊，两台老爷车啦。老爷车一台我台咧。即系一路车就算啦，阿波啊，冚啊正好势，阿波用又够好，自然已经是七八十班年啊。是咩咧？用机泵。唔使啊，阿你又唔是啊？即两只车一个拖出来啫，佮话系讲拖卡佮有一块板啊。系。阿你板啊，佮掀起来落去啊，遐囡仔大家都取消等钱啊，对不对？规个卡拢车啦。什么世界名牌车啦，是三种种。这货的厝这么大。啊，就是伊的厝的后壁兼一台车的长度，但是迄两台车是坐伫咧一块板内底面。哎，两台车拖出来等于有几大啦？迄老爷车嘛。哦。叫做下骹兴起啊，每一台计得拢差唔多伊啊。啊是拢因。拢因阿公迄个时阵留落来的，哎，阿转来即听伊讲，即个听讲全部总计得啊，讲讲一亿外美金啊。即个车体拍袂上，哎呀，保养的状况非常的好啦。哦，呢个。哎，我保养状况拢非常的好，对个。啊，其实是咩保养啊？啊，应该是有升上油呀，后看波啊，啊，都无歹伊，无歹伊，无歹伊，甲留起。啊，迄个相片我咧甲看，就是迄个车的链啊，无直接接触着涂骹。哦。伊是车的车身下骹拢组成啊。哦。所以链啊，袂一直跌跌跌跌甲磨落安尼，对个。哦，是安尼。安尼，对。所以，当然啊，你也感觉恁的厝都。一笔遗产咧，一万，啊，无讲啊，无讲拢无人知啊，合计就三十外亿，系啊，三十外亿啊，讲遐只其中讲有两台，是即卖已经完全绝版啦，啊，而且足侪收藏家、收藏家啊，足想要爱遐落去，所以伊只要继续开出来，人是买落去啊，吓，安尼叫趁一万钱咧，你金无？美金呢？嗯，但是你讲你去坐差多呢？你去坐我是提美金呢，塞金锣呢，你烧呢？嗯，哈哈哈哈哈。提美金呢，拜天公烧金锣的呢？你们在起码都在做些重点了。这唔代表你也无唔知啊，跟咱后生讲讲个事情的吧？嗯，唔知。即摆应该都咧赶的吧？嗯，啊唔知啊，都无些消息了。啊，好了，现在了哈。啊，这厝内吼，真正有当时啊，尤其咱咧拼旧的物件，是真正爱小看的。哦，旧的物件。以前的人，爸爸妈妈吼，阿公阿妈吼，会去买黄金，有钱也去买黄金起来。你黄金拢有去，有人家有去扛的，扛到唔得人交晒。阿公阿妈家己袂去嘅。家己袂去。啊，最重要就是因迄个年代不符着建乱。对。啊，也有物件太安全性。迄个年代不符着建乱的人就对啦，伊认为讲吼。现金无黄金的好啦，因为现金会当有可能会变那个啥时代金，四万换一块啦。啊，你四万换一块，黄金无可能，无可能讲四秒换一秒嘛，无可能讲四秒，迄个四秒换一。黄金你上无人家，无人家会换伊。对啊，啊，所以较早种买时代，有当时啊，你若有花钱，伊就去买黄金起来藏安尼啊。对啊，系啊，人家足侪拢买，啊有诶，因咧买拢毋是买迄种四金，嗯。四金就是帕特莲啊，还是帕特什么条啦？伊那边拢只咩金？嘿，金球啊，无就金条，哦，啊，那个金珠啊，啊，或是要较水的，想要看咧较好睇吼，买金黄宝，金黄宝，啊，伊较早我都有固定买金黄宝。是讲你内底唔多，内底唔多包圆无？唔啦，金黄宝是本方咧。啊，金黄宝是本方。啊，金条啊，你若想，啊，金条伊两个金。正规个，像台中关迄个陈清标，迄金标，迄个先先买来，滴来包，阿妈做买件多，包圆的，阿妈做买件多，伊分个啥钱？你买金黄宝贝偌济啊？我迄阵都想着，着甲买，迄阵买差不多有七八年偌尔啦，嘛袂得买。无啦，我着买差不多买差不多七八十年有。千万，一千六百偌了，有啊。上几次？上几次？未了了啊！拢未啊啦，吓啦！我从结婚的手指嘛拢未啊。啊，你是啊对不对？你也不要抢钱咧。我迄阵起码讲要记啊，我咧准备时阵较早千万尔。哎。起码你讲千万偌济？起码千万就千几啊。吓啊！迄阵千万嘛，啊起价冇济咁啦。我唔想讲大概，我就甲未啊，未掉啊。啊，唔知阿爸讲几时去？吓啊！啊，我前夫挂。千万到底是
结得空的。没啦，啊我挂挂金华链啊，挂袂惯事啊，啊挂手机我挂袂惯事。我较早少年吼，有挂迄个阿妈棍迄个链啊。我这边有挂，我这边有挂一条，你但是应急的。你咱们少年有无？我们挂的，啊啊，就是做样的。啊，今麦这个年岁啊，无啦，无人咧挂金手机。啊，今麦少年嘛，无啦，不想看着啊。今麦大家拢嘛拍金手机，金手机啦，那其实拢嘛拍金手机，甲装起哩安起哩。现在较少啦，迄古早啦，古早拢用金水器嘛，啊，所以迄阵啊，听讲烧电的时阵，拢夹人的水器嘛。哎呦，哎，迄时阵拢检查吼，啊，都四级都唔带人啊，都红标。啊，都四级都两火咧，甲烧咧，唔要唔要痛苦。哈哈哈哈哈哈。无啊，无啊，到迄阵都卖一包起，阿来去嘛来，阿伯来介绍一罐嘛，咱就无买啊，就无买啊。我食无来哦，我那金来咧，哦，哎老诶，迄个几台？迄无纯金啦，迄个十八，十八台，迄个阵十八几啊，二十四几。听讲金卖罗勒是，迄个就做啥？迄个罗勒，迄个啥？拿咧去输用迄种东西，专门为台湾设计。诶，像是啊，搁你两个搁挂这手机，嘛唔是啦，这是啥？手表，无人挂呢，你还可以挂手表。无，我这是手表兼身体状况、健康状况的检测表。哦，安尼哦。诶，对。我讲在上面。安尼哦。人家咧去了，让查你血压话烦。是咩？啊，血压话烦。吓吓，啊你今仔日行几步？啊你运动量大概偌济？我话你咧未做钱哦。知道。不是啦，我两亿块尔啦，我那十亿啦。我你今仔赚的哦。系啊系啊。我今晚今仔赚几粒嘛？那个小孩有几粒俾我噶？你玩今仔教恁大恁大，今仔做咧生几粒？哦，啊，今日生两块啊，无啊，免十粒。啊，个心跳，啊个你个心跳大概？心跳或者行几步啊？对对，啊个有血氧浓度拢高。好，这是比较好，安尼可以。会得会得会得，上个月啊，但是要学噶会足久哦。你好用的对了，来试试啊，来啊，好，来进广告。啊，非常感谢咱今日用这时段训练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现在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就许多三家产品了，对吼。我建议多叫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好像是二十几档啊，用心许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二十多档也搁咧风行，经过三十档嘛是也搁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了，构造就对，白天一定稳差不多厉害啦，所以用许多，什么人吃有效，十档后嘛是赶快吃好。所以许多山是非常值得咱公司大好来甲处理的这个物件对，因为咱人的身体吼，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了吼，拢唔知是好阿歹，唔知有杂质无，拢唔知。所以接落去了，等到阮报纸人报，我要求啊，啥物人咧做这个要求有咧好食，啊农药，是不，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食到腹肚内的毒素，咱拢唔知。吃了就不多来，所以就注重饮食哈。你敢会当无注意嘛？身体无调理嘛？所以有人有个人哦，感觉讲，哎、欸，我都四五十岁尔，我是啊在治疗高血压，是啊治疗糖尿病，哦，啊是啊机能我糖尿病正常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无好，拢是大，这拢是提早老化。啊是啊提早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实在太侪了。对吼、哦，这真正吼，提早老化有影啦吼，哎吼，保养是偌正个一种朋友，人个对啦吼，这保养是这身体最重要个啥，心来只爱顺顺。你开始机能别出问题，中间就比心来只袂顺啦，规个乱伊就对，机能会乱，啊乱伊了，伊慢慢一项就伊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别人，你代表了。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心灵代谢可以顺舒，可以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的。咱信任公司，都是咱思考下。
咱女性皮肤大概拍电话入来，上尾拢人讲啊，你敢知？讲哦，我怎啊食着是，我等食一段时间了后，你啦，你皮肤变作水，体力变作好，精神变作好，上次话，迄个心情在下顺舒，皮肤那太水，那未顺舒，皮肤无可能水。人讲熟悉就是安尼，好多人人看这个面呢，面也是有光强，哦，这人是真好。面也是暗淡，而是无好，这人心里上头出问题，真清楚就是安尼。虽然进来风气大，但石头山好好那个利用，最大的目的是去石头山做吼。所以以石头山这产品为主，对，互你抵抗力一强，体力就好，吼、哦，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若已经乱的人吼，啊，食一段时间过了，慢慢慢慢，伊调整倒转来，调整倒转来，以食多餐这个为主吼，有那个损骨头，因为骨头咱就知影吼，哎，就那个这苹果控啊，老骨头骨腰咩物件，骨头吼，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叫骨头是会怕的，你走路会疼嘞，足侪人走路会疼嘞，为什么疼嘞？为什么徛嘞？会甲你拗呢，安尼，啊老大人吼，骨头若拍去了，就容易破，容易坏掉，坏掉中间易破，所以真重要。恁不说做保养吼，可以介绍恁不说好用的。这金明的第二代，金立明的第二代是你话这船吼，重新研发的对。爱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在零下的气温。以后就去做，伊成分太高，所以佫无这种二公斤啊。二公的电工啊，你做过程中间哦，升温也降低，所以你要克服这个二公斤，包括着温度零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伊这叶黄素、叶黄素这种物件，伊的升温会保持较高。所以这电台最重要是这个。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第二代收入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对不对？这是米吧，这是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的，所以别去吃，咱来吃收入较好、较悬的，今日变成第二代，好、哦，感谢吼。稀土通过程啊，等下就变过了，未到先稀土，未咱未到先稀土，稀土通反正做好用，就无唔对啦，吼、哦。我报喜乐星会员，这个会员按摩木，我常常跟你讲，该跟各位讲对。会员其他的会员的流通，包括像林冠的会员，后头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但是我特工我就去吃，哎，一只两粒面嘛，啊暗时两粒，啊那上计时去中途去吃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对。啊，互你保持这个会员的流通，会顺舒，未有落扣，较未差的，他的心脏无好。他是写了，啊，他平常也写了，安尼是，所以循环回顺输，这个真重要吼。一、哦、千五百六千，保存起，含住朋友，一项嘢，一部算，一部算，家己咧帮助家己知，拍电话过来，甲咱叫保存的这个用吼，贵昂数，贵昂数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从始到现在都没有，我就会写。头壳下咱晕晕晕晕，规工感觉晕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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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病的人，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吼爱扫啦，常常，啊你若无扫，也袂流鼻水，啊那不时就规工在那，啊那头壳拢未爽快，未清爽就行啊，你叫啊无啥物病哦，我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啊那这头壳未清爽，哎呀，可以是，会好搞，上辈病的，所以从始到那是有遮正常的人。只要你病起来的人，你食桂圆素，就简单就对，差唔多，上计下昼时啊，佫食一两粒安尼。所以这是真简单，互咱会当回，会当有补充起来，互你身体学会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桂圆素，感谢吼，有点我不了解，你这里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哈。来，然后个甲咱周年庆的活动甲咱报告一下哈。来，咱信分公司周年庆的活动，即马正在进行当中哦。每一年即个时阵举办周年庆的用意，就是要来回馈。长期支持咱信分公司，支持啊，咱台湾人俱乐部，互咱吼啊，有即个开力继续去从啊空中来为大家来做服务啦吼。啊，当然咱即个周年庆的过程当中吼，各出大礼的奖品啊，要来做回馈。一头个别信分公司啊，产品十罐的朋友，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吼，咱有提出吼啊，请这的奖品要互朋友来做挑选哦。要十罐的朋友呢，你等下经东元十人分电子科一台，你要经欧姆龙血压机一台，这种会用是。经信山啊，经这个六七七号，请咱台湾制作的人工米皮钱呢，这嘛拢会用是哦。你要经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康、喜乐清软骨素，咱这回买十罐的朋友，你会当经六十粒，六十粒我就上面请我当下有哦。即等于个吼，加买中出一罐的混压出来啊吼，啊这吼咱当好好把握。啊，拄只念到遐个奖品，就是经一项微原则啦吼。另外就是咱一处呢，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呢，一罐的朋友呢，咱都啊五罐的朋友啦，反正讲唔对吼，五罐的朋友咱都加上一罐以外吼，同款我拿发出奖品，要来奖赏予咱每五罐的朋友哦。咱每五罐的朋友，即回我来当经得原本藏二十罐做奖品的信山公司。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三十粒，咱每个患的朋友一个希望咱经得三十粒无，这周年庆的活动才有哦，咱会当好好把握。当然，咱会当个经这个单手把吼啊，这个烫锅一支就买用起，你要个经保温杯一支，经白沙湾鸡哥一条，你要个经冰糖燕窝一打，经单香的糖蛇一打。你要个金无凡气的洗头毛巾一罐，无凡气的洗衫巾一包，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0800-0500-6688，感谢。好嘞，感谢啦吼。啊，咱后边呢，我那开放口音的电话吼，电话这是2699-5656，带咱的电话，我和他朋友老伯卡呢，还在麻烦个加一个空六吼。来，啊，应该先我去一下哈，啊，等一下啊，是无电话俾人，咱就继续报新闻，好，来，感谢。好了哈，哎，李二，嘿，李二。哎，三位大哥，好嘞，哎，是，啊，像我对这个这汽车可能会较了解哈，我咧问一个相亲，我。一届要去迄落拜迄落车牌医师向头发面吼，啊，我去报医师嘛，对，啊，报医师做证领牌嘛，对，啊，结果领迄个号码是后壁迄四字数五数七啊，对啊，阿伯阿弟无数嘛，嘿，啊，数五数七，迄种叫数五数七，啊，你袂感觉怪怪的代志？听人在咧讲，还是咧西瓜汁食啦。啊，还是咧安尼念啊，无错啊。听伊咧讲，我就感觉讲，哎，怎么怪？啊，你光头，你怪怪的个啊。啊，你讲你白个阿伯迄号就是数五数八啦，哦，西瓜汁白啦。哦。啊，我讲，啊那安尼买那换，伊讲那10000啦。啊！你就不爱试嘅，已经不爱试嘅啦。你伊一千嘅意思就即支牌，伊在甲你叫嚣个变成死啦。无迄个钱，啊！结果后壁就是就是迄种人因咧，就专门咧黄牛啊吼。哦。人因咧拢知影，跳到几号啊钱咯，因拢因咧拢。有啊有啊有啊！诶，即卖我来讲，即卖在用公开啊吼，伊即卖你落去金牌加500加1000，不一定。阿姨会把迄个电脑拍开了，伊会甲你讲，你会当先报几支牌。我那是，如果我那阿伯迄号是数五四八，啊，你数五四八蛮好啊。哦，啊你啊，你想做几支啊？你就放输袂落啦。今麦的车牌你会使见，
会使减，啊加一个钱，同样加人，啊家己迄个车牌都普通咧，唔是咁样咧，八八八八咧。我知啦，我知啦，系啦。啊你话一个呢只牌啊，骨头皮脱加工贪字啊，都贪字啊，系啦。啊开钱啊，开钱啊，开钱啊。另外一个吼，我记啊，当咱阿姊啊时阵，拢嘛用个少年的吼，做决策中心的人嘛吼。那个是童子军啊。一年咧，讲什么用个童子军啊？足奇怪咧，啊，即马时代无同啊。好啦，感谢，感谢，感谢。好，感谢邓宇哈。好啦，啊，即头下咧讲到车牌，啊，到电话到邓宇，啊，要登卡一个啊哈。来二六九九四五六哈，二六九九四五六，带咱们电话咧，我把头加一个空六哈，啊来，你好，嘿。哦，先来，啊，来报告一件代志。我们用报告，用讲的都。哦，我讲啊，即马车牌拢无事个啦。系啊，对啦，尾仔你无事啦。无啦，佮拢中头啊嘛无事。咁全部拢无事吗？有啦，先系拢讲无事嘅。好啊，之前用上架是讲买阿你无事啊，但是今麦拢讲无事。今麦拢无啊？你话蒙牌嘛少强啊？到蒙牌都无事咧，啊蒙牌无事，你边个牌落啊？有啦，蒙牌啊，你头过啊，对我啊。无蒙牌无事啦。今麦是讲难讲无。无啦，数理数数啊，数理数数数六数八，即安尼一直牌咧，啊你可能讲。无啦，还是无即摆就讲我接到，安尼哦，你安尼我下班那阵做看卖啊，你那对一关机啊，你对一关机啊，你对一关机啊，咖喱车，咖喱啊咖喱要带人去，老哥老哥，你反正伊个事拢无啊，就对啦，哦，哦，哦，好好好好好，谢谢，哎，感谢你哦，好，谢谢谢谢，大家好，哦，喂，喂。喂聽到你我感覺這個咱台灣人很優秀的一個總統有辦法把他的競選的錢喔從按時間開始跟總統他都騙騙出來我看台灣應該找沒半個啦所以是這樣啦那如果半個我可能會關一半啦真的台灣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大型地產人一個民主的一个经营制度哦，我相信虽然讲国会是无改变，但是我对伊的认识哦，还是我的感觉，我认识统一人，咱的社会历练有快哦，即款是连计价哦，我相信有真优秀的地位哦，应该啊，应该是啊，对啊，所以伊的人事安排种种等等。我相信一定有伊的，有伊的地位加咱台湾。那你爱就去处理得啊，去处理得。哎哎，对，意思是讲，大家卖想这炒房这。没啦，民进党主过亿，民进党主过亿来着，蛮规划一下的。对不？咱这有些真个通通的在讲，我是把你炒起来。好，阿林叔哎呀，你快点，好，谢谢，谢谢，你好，你好。我看到我们台派挖地柯文哲那边，我无话可说，只是觉得很伤心啊。怎么会这样？伤心嘛，不会很痛吗？胡言呐！啊，何必伤咱家己的心？树皮草都卖伤心。骂也没有用的，不用去骂人家。反正看不起人就对了啦。中鼎三人嘛，人各有志，要服谁是谁的事啊。至于我说，为什么只他一席哦？你五十一，他五十二，差很多吗？竟然狂妄到，那个姓傅的那个是什么三大王？他骂人家什么？人家是什么禽类？家禽不如哦！敢夸那个骂人骂这么很不好听的字眼？那我问你，这些官员、这些政府也是人民支持出来，一票一票选出来，人民也是禽兽吗？你不是我们讲的，我是说你这样子比喻下来，是把人民逼成什么，把国家逼成什么？这种心态很要不得。朱立伦，你这个主席实在是当得很失败，很失败。好，感谢你，你好。我感觉吼，我做这个立法议程吼，对民进党是好的。
民进党都已经输人一胜啊，三胜啊。嗯。啊，你个众议长拢减票。嗯。啊，因是啊，啊，因去做吼，韩国伊也去众议长。嗯。因减就减票，因减票，因伊也是关键的，真正在打。哎。你无可能的代志，你都是一般人家做当事，一般。有啦有啦，黄金两百包过一袋啦，黄金两百包过一袋。系啦系啦，好。第二个好处，国庆日啦，所谓国庆日咯，有迄资格讲会，迄种办的讲无啥碍事啊。哦，你办的，办的我了解。安尼好，好，关系好，你时间来 ，OK 啦。好，我当你等电话啊，姐啊。是陈进光的，陈进光的。感谢，非常感谢咱都进来用心做来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对吼。即摆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信山公司优秀的商品——石宝山顶只商品，对吼。欢喜的喜，多笑多山顶的山，咱台湾全国，我讲来咱信山公司台湾人俱乐部这个画面呢，无第二间台湾画面一模一样的出名，对吼。所以用心做，石宝山就是咱招牌。我是台湾俱乐部建立的一条牌，对。所以这种经营之下了，就是把咱公司大，对咱身体上这个保养，这一定在做。你以为啊，渐渐地大中间就对了，伊毛病渐渐地市场也产生。啊，产生的中间就对了，有人说吼，啊，你若无去好好来保养个好些，还是保养唔着物件出来啊，伊继续伫咧产生身体上的毛病。只要一味好的产品，互你咧服用，咧过这身体的顺畅，有可能你因为安尼，你的身体会比别人更加用。加五年也好，加十年也好，将求着了着，这是保养的结果。啊，若无食着了，有可能吼，你看办同款，啊，几个好啊，几个不错啦，胃口几多啦，胃身体上迷茫嘛。但是你若食着物件，食着许多酸，食着酸碱的中间里头，有可能你的身体上比以前好，别人咧迷茫茫，咱无，加达一只，加两年也好，加三年也好，加五年也好，将捡着来，只是讲保养的结果，长期落进来才方便，哪有需要？你做你拍电话过来，不管你食心脏药也好，不管你食血糖的药也好，不管你食高血压的药也好，我慢性病药也好。当中发现石头山你看搞了一下本身本澳都不好听的就这些人石头山是不行的民间想该喝不能到底的民间所以黄叶已经投效就刷电的刷不需要就是怕什么过来可能就是熊贼顺门尤其地空的用这地空的挺重要冰雅人的挺重要那么多冰雅人就讨厌不安眠风吹草丛，打一个落雨，刮一个恶劣落雨，天气在变化，疫情在上头在出问题。所以这边也恁尽量有抵抗力，不过许多单能帮忙，帮忙你做心理上保养，包括抵抗力的问题。好，万一你多少多上电的山，恁骨头、骨头不好，咱讲恁骨头这大家拢听有啦，恁骨头这骨头，有时你骨头少，食骨头。有些人是这部中能够做一个初温，免了保养，但是我心上是脑需要，你这个拍电话过来吼。出来个金立平的第二代，目睭叶黄素，咱个金立平的第二代相关拍，这种物件大概讲七八八片啦，无得七八八，一抽连的物件，抽连这组的物件无得七八八的，那我客观的物件，你注意下，咱金立平安全是算相关级别的了吼。第二代哈，医疗通，对这肠癌保养，大家拢知影。肠癌毛病，迄无保养袂使的啦。咱来医疗通接治了后，互咱这肠癌病拉肠放放出去，叫而且保持生理上，甲袂住遐肠癌病吼，这互咱做了解。我保医疗枪，哦，这药品嘛，讲我正常些个。这五黄初风所提的米巴胶集团，台湾我干来咧做呀，干来咧做呀，这对这个血液的保养，血液。所以袂使落去，落去会真危险。哦，大家拢知影吼，啊，所以一旦你一抽，啊，老套的顺序就胃液、五宝四六清、保存嘅，听众朋友，咱尿甲有诶吼，
拢会安尼放流拢袂顺数，安好个来用保存健康，拍电话来叫，安尼就好，啊，等于食安尼就对吼。惠安所，日本韩国今年销售五千万只，台湾的人尤其妇女，加头一辈向市场欠费，并且的人几率相当相当高。那有需要，你这里拍电话，赶紧上台询问惠安所，空白空空空五百六六。好啦，非常感謝。来，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落播的这个现场啦吼。来，后壁阁有一寡时间吼。啊，拄啊，咱一个大哥呢，啊，伊咧讲讲这个奥托拜吼，也是汽车的牌照拢无事啊吼。但是我拄啊，捌去你网络找吼。嘛是啊，上尾啊年尔，上尾啊年个事拢跳过了，对。上尾啊年无事。上尾啊年个事是跳过了，对啦吼。啊，头前内底啊，佫是有事。啊，门牌呢？后来，这个门牌吼，啊，这个大哥报告着，门牌敢若剩花莲，无变事。花莲无变事哦。对啊。嘿，花莲尔。啊，都是安尼讲迄个。嘿，敢若花莲无咧变，啊，剩个所在拢同款，啊，佫有事个，台中个佫有四十四号个。对啊，拄啊，迄个死了啊。台南同啊，台南嘛无去台南调啊。啊，你若是你个门牌有事，你无爱，你要摕你个户籍填本，啊，即间房屋个所有权，啊，甲你个身份证或者机关，伊就会当来改，啊，哪改？譬如讲阿星啊是四号五，啊姚玲是五号嘛，我就变成五号之一，哎呀五之一，安尼就对啦，吼，哎，五号就对啦，对，五之一啊。那是隔壁人，佫抽到四亿了，我天！对对对对，三十亿，三十亿来就无安尼啦，吼。好，所以安尼咁报告一下，吼。好，明仔拜拜。